各位同学，咱即马开始上课。各位同学，大家好。好。哦，安尼大家我有精神吼，足好嘞。欢迎大家已经高级班受训。甲这个阶段来要结束啊！大家三天来足辛苦，头迄两天足寒，我大家拢会得忍受来参加，大家为家己鼓掌者。当然有的较少年的人，我伫咧较注意啦。着做老师做惯势啊吼，奇怪拢无咧反应呢。希望大家交钱来遮上课，毋是讲参加李登辉。学校革命实践研究院凯格兰学校拢免交钱呢，恁大家拢交钱来遮上课呢，那伫遮上课爱学寡物件转去安尼毋才对，无来遮遮白了的。我哪会要安尼讲？我要甲大家讲，秘书长头拄啊要下课以前，鼓励讲大家来考军校，这是一个足大的机会呢。我以前我大学毕业的时，那想讲要来考高等考试呢，这等于比高等考试搁较悬呢。高等考试我还是身体委员呢，所以秘书长咧甲大家教，考试要哪考，我顺续我甲大家讲，好大家。咱这期的少年的较多，希望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机会过去，你要搁去找来，足困难啦。因为我有把握机会，我敢讲讲我福气啦。我讲我拢福气啦。这就是啥？咱讲来参加，你就爱有讲，我以后是我要做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好好啊做，有啥物考试拢来参加。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替咱第二代，也是替咱住伫台湾的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公营加一个使命，所以希望尤其较少年的，你头脑较会变化，我甲大家讲，希望恁大家来考，让这个考场加坐袂落，就要来用楼顶迄个考场。以前拢伫遮考嘛，希望咱大家若来参加，过来参加超过三四百个来五楼考，所以要改四点甲六点考。若要考好过，少年爱注意吼，转去新台湾论开始看，看。第一，
选择提升做啦。安尼知影无？安那叫做选择题，选择选择题拢有答案的嘛？你看这个哦，这个答案写落去，是非题啊，必须定。哎，伊咧出题啊，伊就是前面都讲的是对，后面有一句错。一般伫好咧考试。我知影嘛，我一般咧考试，啊高中考试都我咧审题啊，我乃唔知，一个题目不能说前面对，后面错，这个题目不可以出啊，前面对啊，后面也要对，这个才可以出啊，啊我们不是，所以刚刚。秘书长讲，高考很容易就通过两个高等考试的考试的同心来考，那考不过，讲考三摆也未考不过。伊的思考啊，叫伊讲前面对，后面也是对，啊，你才可以啊。才可以出这个题目嘛？他不是，安尼恁大家恁就清楚啊，必须定会出来题。因为拢我监考嘛，我恁咧考试我拢会来监考嘛。哦，啊我清楚，啊这，甲咱这届讲以前拢无讲。爱希望鼓励少年的来考啦，伊迄家个少年的来拢无反应，这是一个机会呢。你后摆要过来考吼，无一定啦。有当时啊，你时间未多合；有当时啊，你什么情形？我去参加专门职业考试，我的同学甲招。哦、我很感心的一家招，我去参加解课，我那是啊专业人员，我本身现在我是咱政府立邦政府的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啊个增签委员，啊这是安怎？啊，我拢讲我好运啦、啊，吼、哦，这就是要讲，你爱把握现在，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同心，你呐要来做公务人员，你取得啊这个进所考试通过，就。一定是啊，会派人。国家大家讲，咱的及格是啥？研究所的标准呢？有的唔知啊，有的读大学尔。大学及格是60分尔呢？研究所的标准是啥？70分才及格呢？啊，大家唔知知影无？伊讲奇怪。啊，咱诶，咱爱70分，啊，我是啥？我讲我拢好运啊！我为做教，直直做甲教授，搁甲做甲讲座教授，这那是好运。啊，这就是安怎？要爱甲大家讲，要做就做甲，唔是啊，咱拢做过啦，好、哦、为头啊基层做。所以我要甲咱少年的啊，年纪较大袂紧。你呐，我头拄啊甲你讲这个两个秘诀，你抓住。你选择题120条先做，做完了，
也拢有答案嘛？啊，你看过啊？对，答对对对啊！你就号码签签嘛？啊，即摆再来看这个，看这个你就读个完，证明对，后边啊有一个唔对，啊都唔对。唔好讲诶，啊，这都证明对，啊都后边啊都这到底对唔对？你安尼都唔对，好、哦，安尼来考一定足顺利啊！好、哦，啊，我要给大家，第一吼、哦，感谢大家来参加啦吼、哦，啊，咱即卖吼，我来看吼、哦，这个比例啦，考试的比例，给大家看一下，吼、哦，这个考试的是啦吼、哦，啊，考试的是安尼，拢第三届拢伫即间啦，啊，两百几个来考啦吼、哦，啊，录取比例伫遮。大家看这，但是你哪有信心啊？我已经跟你讲啊，啊，我是主考官啊。安尼好不好？甲秘书长同款，大家拢来考。吼、哦，拢过去叫一寡卡啊！大家讲，咱可能那是150个，现在没有到150个呢。所以讲，这个原则把握住，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拢我拢无讲遮个啦。干阿讲啊，恁咱是要做啥？要来学习。咱三天内的课程，啊，要过来用一挂实际上的例子的影片，予大家看，吼、哦、啊，因为秘书长都安尼讲啊，好啦，我伫遮先甲大家讲，你要做题、要答案的时，爱去考量这个两个足重要的原则啊，甲作答，吼、哦。因为伊拢会模拟两可，模拟两可就不对了啦，吼、哦、都唔对啊吼，啊这里安尼清楚嘛吼、哦，希望咱这期的高级班破例就较济咧，安尼好啊吼、我跟你讲哦，咱拢伫迄本内底，吼、哦、啊，爱注意一下。我头拄来跟你讲啊，你嘛前面对啊，你后面有一句错，你就好。我再举个哈，讲、哦、哎，那家讲哈，咱台湾哈、哦、地位，哦啊是咱。中国的啊啊，这是像那伊一出，就是伊类似吼，我要类似吼，安尼予大家熟悉。上头甲你讲对啦，吼、哦，那讲吼，那讲甲午战争啊，永久割让给咱啦，吼、哦、啊，是不是即嘛啊，咱的啊所有。那台湾的那个所有权状是日本政府的，不对，哎，不对，对了，对对对，好，那不对哦，这个是，哎，对啊，刚才答案是答不对，是对啊，类似安尼啦吼，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今要搁甲大家讲，因为你若安尼去作答，你一定会考了真好，啊，考了真好。我要搁讲一个例子。我在做系主任的事啦，我的学生一班，迄、那个我差不多40几个尔，诶，参加啊普通考试，诶，因去考头20几个，掉12个啦，啊啊，怎办？要请老师啦，
啊，这就是啥？可能咱迄阵啊，我做啊，迄阵点的时候，甲学生囡仔变啦，变讲你一定爱去参加国家考试。所以即摆学生囡仔那啥物活动，拢会邀请我去啊。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爱鼓励大家来参加，这是要表现讲你来遮交钱来读册，啊，佮你的论述正确，这是百分之百啊。以后咱台湾民政府就是拢要靠恁来斗三工，啊，佮靠恁来甲啊，流氓政府的一挂制度甲废掉去，啊，来为咱人民靠有利的代志。哎，那点招的时过来啦，我会阁讲一挂啊，有关我的专业的，予大家清楚啦。啊，即嘛就是讲先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来参加，爱有把握，好、哦、爱有把握来考，特别考得到。歹势，我阁讲一挂吼，予恁大家了解，我七十几岁呢。会计师工会第一届办评鉴会计师考试，来受训，伊个来受训，爱读差不多我迄四个礼拜哦，啊，差不多有十，剩下他有九门课程哦。我安尼考试200条，安尼考试，一个小姐，迄我拢算学生啊。伊讲：“诶，张老师啊，啊，你阁遐打拼？”我说：“我也要学习啊，新的知识，咱都爱去学习。我来去改课啊。啊，有诶，我诶学生吼，我拢会计师拢考着。我甲问讲又去考，伊讲啊，那个太忙了，没有时间了啊，时间太长了，哦，无去考。”诶，啊，我是评鉴会计师呢，评价会计师啦，评价会计师，会计师又有一般会计师，又评价会计师，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年纪大的也希望来啦，吼、哦，咱头拄鼓励少年，啊，少年啊无听落去，啊，迄就无法度啊，福气也未够啦，吼、哦，这福气也未够，好，啊，歹势讲伤济吼。啊，咱即摆要讲甲咱较相关的，因为咱去过美国政府了后，有五个判决嘛，这咱大家拢爱知。第一点是啥？台湾人没有国籍。第二个。台湾啊的政府世界上不承认的。第三，咱要受到政治的联合。好、哦、啊，这就是要咧，甲你用酸气啦，啊，互你延长寿命。好、哦，啊，就用钱，好、哦、来咱甲登一票一提30块啊。迄、那个叫做啊，迄、那个叫做党，迄、那个党啊，迄、那个叫做什么党？什么党？啊，甲邓一票，伊甲提50，啊，50是4年呢。依照编预算4年，吼、哦，啊，都200块，吼、哦，啊，这咱拢爱知啊。啊，就是咱去过了后啊，这五个判决了，咱第一届伫举行这个叫做啊啊世纪饭店。举行这个酒会啊，酒会啊，上去两张图啦，哦，上这两张图啦，啊，上这两张图啊，都甲咱讲啥？伊讲恁啊，这两张交予恁啊，咱秘书长伊就知影，所以看到讲哦，原早我美国还是占领中，
哦，美清，咱的台湾还是占领中。啊，迄、那个所有前创住伫遮的人啊，这都是啥？这个都是啥？日本啊，天皇啊，啊，唔只咱，哎、欸，咱了解了后，咱才去拜。咱呢要做啥？伫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咱迄阵啊啊，义勇军啊啊，征兵吼啊，到啊南洋打仗的这些啊，那敢讲牺牲这些人啊？日本，我甲咱看到，因为1945年啊4月7日都甲咱成为啊。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实施啊，以这个名字啊宪法啊，所以咱家去拜咱哦，做啥？咱家哦，做本土台湾人，为日本当时候为大日本帝国牺牲的这些人哦，咱唔再去吃阿伯，咱阿伯，咱再去3年呢。起码大家有机会会使去的，就是第4年啦。12月啊，20，你若要创造历史，12月20，你得高级班的同学有这个资格来报名参加，希望大家来创造历史。迄、那个时阵啊，无一定人伤济吼，都爱个爱个排队啊，爱个衰钱啊咧。咱去拢100几个呢，200几个呢，所以伤人伤济话吼，咱要出去玩旅行团啊，那么多吼、哦、也不好。但是希望大家。爱有这个观念，吼、哦，然后机会来参加啦，吼、哦。啊，这拢是啥？咱这款机啊，你看，咱这款机啊，你看。第一届咱入去的时，第一关也有2个检查哨，讲恁这机袂使压入去。从来阮呢要拜天龙，才这机尔呢，啊，哪有恁要搁压这机来？讲袂使哩，啊袂使，我甲讲，哎、欸，啊，阮是日本天皇的子民呢，的臣民呢，啊，所以有介沟通，甲尾来讲，迄、那个做因迄个做日本皇宫内底，讲安尼一支。可以啦，可以入去了啦。第一年入去，第二年又入去，第二年啊，又用啥？先头部队，一个因遐的做，迄个警察啦吼，甲咱牙牌啊，写先头部队。啊那，即期啊入去，第三年。哦，一挂风声讲要予咱措手不及，咱也足紧张嘞。到底这支旗啊，会得入来，搁袂得入来？咱也搁压入去，所以要甲大家讲，这是100%正确的。3年就拢用这支旗啊入去啊，咱确实。照美国的交代，咱一步一脚印在行。哦，这就是要证明恁前所有的老师、讲师所上的课，拢要摕照片给大家看啦。哦，这拢要给大家看，啊，大家去想啦。哦，拢用一挂头脑去想。啊，搁这个图。这个那是美国跟咱讲的，因为美国跟彼斯汀讲，讲习近平啊，
要去见天王，去见外务省，外务省就是外交部啦。因外交部讲啊，你要见天王，伊迄阵啊，唔是啊总书记哦，伊也唔是总书记哦，伊迄阵是副的哦。吼、哦、啊，迄个时阵讲要去见天王，啊天王，因讲你要见阮天王哦，半年前你都爱来预约啊啦。啊你即摆才讲要见，啊歹势无法度甲你安排，伊透过美国。叫美国安排，啊，美国就甲安排，啊，就互伊去看呢。伊安怎讲？伊讲吼，即马中国经济较好啦，啊，来甲你买台湾啦。因为伊若用买，天皇若讲好，台湾买你，啊，定契约写下来，啊，安尼就生效，台湾就。买去安尼，你若要用战争诶，咱依照啊战争法，占领不可以安怎？哦，这大家了解嘛？过来，流亡政府会使安怎？未使安怎？不能就地合法。我这样大家足清楚，所以伊想想的讲用咩较简单啦，无其他无路用啦。好，啊，咱过来看，啊，这就是要证实啊，啊，那要证实，这个讲啥？讲啊，这个啊，尖阁群岛啦，钓鱼台啦，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啦。啊，其他叫做日本固有的领土啊，因为钓鱼台就是宜兰州的啊，宜兰就是台湾原啊，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啊。因即马安怎讲？吼、哦，因足够想这个名词啦。伊讲啊，钓鱼台甲台湾啊，同款，讲是他们是怎么样核心。利益啦，唔敢讲。以前朱镕基，大家唔知有看电视，唔知怎啊？中国嘅总理喎，朱镕基，迄阵足歹嘅咧。电视你敢无看到？阿辉阿要选总统嘅时，朱镕基出来唱地曲大舞，讲台湾是他不可分割的什么领土啦。啊，迄都是。无了解国际化，无了解战争化，啊，所以甲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无了解，所以应该安尼话。起码即个因的领导人拢足清楚，头拄啊都会去买用买啊，安尼大家会去了解讲，这是足清楚的代志。好，过来。这个图有人捌看到，啊，捌看到，举手看卖咧。好、哦，啊，感谢。啊，这边拢无看到啊，所以拢唔知啊。这就是啥？因讲安怎？伊就职呢？就职典礼呢？伊讲，这支啊。迄、那个中国陈敏敏来，袂使拿出来，搁只个警察搁拿只机啊，搁压掉去，搁拄啊相拍，啊迄、那个做啥？民进党诶，干即马咧维持这个机啊啦，人都无爱滴啊，人要用这机啊，但我诶判断吼，我的判断吼，这句吼，甲美国讲，因阿爸也要做民政府啦，因想要用这句啦。我迄是我的判断啦，啊无大无事，伊的就职典礼要用这句。K
去大家去思考啊，思考这个问题。好、哦，啊，因讲叫做创意啦，互人指责了，讲因讲是创意啦。啊，你看，啊，头都前个月讲，马英九讲我们的首都是在南京呢，这大家知影无？教育部呐讲首都在啥？南京呢？啊，南京就是这个孟买，就伫遮讲起。啊，这有看过无？这哪熟悉啦？啊，不是我去伪造的呀、啊。哦，啊，这早诶，蒋介石早都讲过啊呢。啊，因即马咧讲啊。中华民国，吼、哦，这爱给大家吼，搁、哦、较，这拢摕照片给大家看吼、哦，哦，啊，这就是有咧讲啊嘛吼、哦，啊，这给大家看这里，啊，即马要放一个影片，后尾搁大家看，这个咱有讲过啊。这个所在甲新竹啊，足近的，啊，甲台北的这个叫做淡水家吼，这个平潭岛啦，吼、哦，啊，这个是啥？吼、哦，2012年6月福州新闻啦，就这个新闻啦，吼、哦，啊，美中安排 ROC 的难民回归到福建省平潭岛来家啦，家。这个所在是台北的三倍大，台北市的三倍大。啊，因迄阵啊讲有个共同啦，有个共同啦。咱即马来看一个新闻报道，啊，咱拜托咱同心来甲办这里。两岸海上航运有新的航线，从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10万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元旦前后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越来越便捷的交通，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TVBS 新闻李宏、庄志伟福建采访报道。好，安尼大家足清楚哈。啊，咱咧咧讲啥？我的怀疑啊，所有的要做啥？所有的建设，咱现在所有的，咱敢讲，户籍迄个。啊，成本吼、哦，负责成本啊，讲开2亿多啦。啊，原早迄个负责成本，咱去领着足好势啊。啊，即卖讲开2亿多啦，讲20.7亿哦，不是2亿多，20点。啊，这钱唔在开的大去，我看干嘛是拢咧开伫遮啦，足济啊。吼、哦，钱乌白开啊，拢是啊，拢咧开伫遮啦。因为，遮安怎讲？讲五个共同啦，五个共同，安怎五个共同？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收益。啊，所以啊，要甲大家讲，我直直咧拜托大家讲。一定要来领身份证，
因为阿伯啊，那无这张诶，阿无因就过去遐尔嘛。吼、哦，爱甲大家讲，你诶较好诶亲戚朋友，赶紧来办这张。你即马要去办番茄，就足困难诶啊。因为户籍，你要清迄个日本时代户籍，你就足好清。所以拢有步数，因拢有步数，但是无要紧啦。那到时的时再来一挂下达命令者，你一定要爱有什么？爱有惩罚啦。那敢讲三人？现在有在说三期末节三期末节现世部违背法理的会现世报，违背法理的会现世报。你们这些高官如果听到，你们要自己做你有良心的事情。这三十啊，莫得，嘿，这就是你好大家看吼，这好大家看，啊，这就是讲确实的代志嘛，应该这个晶片。咱的访问团去访问，迄个影片给大家看了嘛，对不？有看过啊无？有看过啊吼。咱即马过来放一个，较无看到。迄个金门要撤退，迄个影片我给大家看者，因为有当下时间上啊的关系啊，有诶无放到，有诶无看到。咱来金门撤退的影片。今天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三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三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安尼，咱去想看卖咧，是毋是因的进度，甲咱的进度，拢咧配合？因直直咧收啊嘛，直直咧收啊嘛，啊，咱有诶老百姓都也毋知啊，无了解啊，吼、哦、啊。可能咱会有做讲者，拢有甲大家讲咧上课，我有甲大家讲，吼、哦，啊，这就是要搁予大家搁较认识这个
啊，这个问题啊，这那是用一挂照片吼、哦、来复习啦，吼、哦、复习啦，吼、哦，因为有诶咧看，讲诶足奇怪，啊，美国哪会讲欢迎讲两岸去对谈，两岸去啊和谈，应该这拢啊无所谓啊，这拢无所谓诶代志啦，是安那无所谓。因是流亡政府嘛，因讲的迄是因的代志，甲咱一点也无关系啦。好、哦，啊，这予大家我清楚，实际上啊，美军啊，一步一步拢安排好势啊。伊唔只会去甲中国谈讲平潭岛的代志，啊，这。足清楚啊！较高科技的，哪有要给因？啊，因为是就是啥？国军啊，甲共军都是什么？中国军啊！哦，啊，这大家真清楚嘛吼，搁、哦、大家好看这里，这里这拢给大家搁看这里吼。哦这个影片有看过吗？有看过了吗？这就是撤销嘛。嘿，啊，这头拄啊讲过吼。即马刷落呀，恁回去啊，你属于倒一个所在，咱倒一个所在拢有。办事处伫咧，啊，咱拢有因的电话甲住址，恁大家抄转去，用甲你的哦做啥？你的啊朋友亲戚讲，啊，因为你若伫台北有亲戚，你就甲报一家来啦，吼、哦，咱看卖这个所在。啊，那哎呀，我有印一挂所有的住址啦，啊，确定啊，摕到遮，予大家，若要摕转去做广告，要推销的，啊，遮拢有遮的住址，吼、哦，啊，会使摕去看，吼、哦，咱过来看吼，迄、哦、是台北的，啊，这里是啊，桃园。哦，啊，这我抄嘞吼，啊，有当时啊好用，打电话去问。哦，啊这，啊那要搁较清楚，你有炸随身地来，啊去咱同心遐甲扩登去，哦，用随身地甲扩登去。哦，啊这里就是，啊这里是台中州，哦，啊有电话啦，啊有住址啦，吼、哦。啊，遮大家小招啊，来遮一定爱拜托大家，叫大家过来啊，较济人知影啊，叫因过来受训，吼、哦、啊，过来啊，搁较进一步嘞啊，领身份证啊来参加证书考试，吼、哦、啊，这就是哦。这是嘿，家己啦吼，伫家己吼，啊家己那家己的电话吼，我设个，你有诶就是安怎，咱即卖拢有数位手机呢，有当时啊，就我甲照相照一下，啊回慢慢去看，拢袂紧吼。好来，咱这是台南啦，好、哦、台南，好、哦。哦，这台南吼、哦，啊，这啊高雄，啊高雄伫遮吼，实在也有真济啊，也无收入啦，也未啊收入出来，啊，因为时间上的
关系啦，啊，个我话爱赶出去头前吼去参加翕相吼，啊，可以嘿，咱要提早啊几分钟啊结束啊，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第一就是啥物？来办身份证，叫人来上课，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咱这期的拢来考证书考试，安尼好阿妈，感谢啦。安尼，咱今日到这结束。啊，各位同学，咱即马下课休困，啊，麻烦把椅啊吼，椅啊，家己的椅啊，立起桌啊顶放。麻烦把椅子吼收到桌子上。